全和悲退。对着镜头问你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我今天好看吗？好了，在镜头面前提一个你想对学校提的意见。能让快递不是能让外卖进学校吗？你说呀，那你不说我哪知道啊，真是的。来，不冷了，不冷，不冷。这不行吗？不冷了吗？行吧，走吧，走吧，回家吧，回家还是暖和了，走吧，走吧，走吧。啊，是啊。啊，我在路边呢，我上面穿了一个黑色连衣裙，底下穿了一个黑色的丝袜。到哪呀？到大腿根。具体到哪？具体到大腿根。打下的江山，别往那边看，还没打进来。这个。Simon D-O-M-I-N-I-C-O-O 退后，我要开始装逼。如果话都在时中央都被一直外放来学干自己帮我们搞不懂女生为什么这么喜欢咬人，可以不咬了吗？啊！救救我！我王子就饿死，死外面从跳下，不会吃你们一点东西。啊，真香！哎呀，啊，真香！哎呀，啊，真香！哎呀。我排着队，拿着美景，好吗？
刚从产房回来，怎么大汗淋漓的？放屁！我刚从刘畊宏直播间里出来，我跟他笑了半个小时，结果他告诉我，这只是热身钢筋。哎呀，我告诉你，光跳操没用，你还得做无氧，得去健身房撸铁去。我去，你不一直想肱二头肌吗？我带你，走。哎呀，我开场先来带你走。退后，我要开始装逼。脱鞋啊！你打我肚子干嘛？疼吗？疼啊！来，先喝口热水。喝热水干嘛？喝。疼吗？疼。知道这是为啥吗？不知道。下次我大姨妈的时候，少让我再喝热水，听见没？听见没？哎呦我的妈！Camera action. Ooh, la la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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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Ooh, la la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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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Yeah. 连我生日你都记不住，这又是你哪个前女友生日啊？你说呀。今天是我生日。别生日都瞒着我，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出来，谁也别好。What? What the fuck? 楼梯上为什么一根头发都没有？所以呢？所以那个秃头的女人是谁？还不起来？你今天不是要出去吗？不去啊，我没有衣服穿了。啥？没有衣服吗？啊？你是咋了？没有衣服穿了？啊？一件衣服都没有了吗？啊？哎呦，真的可怜啊！哇，一件衣服都没有！哇，真的就是不知道哇，怎么办？没有衣服怎么办？啊？没有衣服怎么办？我问你，啊，怎么办？呀，一件衣服都没有了。恩爱之终极篇。这里装的什么？还有几站到呀？还有五站。从过去到了现在，都没有问题。到底有什么年代？我不是不能离开你，我这种天才不要再受你啊！朋友都是这样子的吗？真是粉啊你！你去看热水器开了吗？我放了半天，全是凉的，没有一点热的。那你看热水器开关开了吗？你昨天又说不还好好的吗？怎么到我用就不行了？肯定是你昨天洗完澡用坏了。你看开关开没开了吗？我当时就跟你说，咱不买这样的，咱买个放在厨房的什么炉，随时都有热水，有人都有那样的。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是的，回头我们就去把它换掉。你现在先去看看热水器的开关到底开没开。烦死了！我放那么半天全是凉的，我站在这里放了半天，我要是用这么凉水洗澡，我把自己冻坏了怎么办？我把自己冻成浆了怎么办？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没有，我只是想告诉你修好了。现在是对我不耐烦了吗？没有。所以。What the fuck? 哎，你好。你好。
你好骚啊！我居然拉错别人。赵飞，赵飞，就像是失去神经，我感觉不到呼吸，连空气都窒息。喂喂 ，I love you so。哈哈哈哈哈哈！哇哇！着了呀？可能是电瓶没电了，你试一下大灯能不能打开？昨天还很正常啊，怎么今天就出毛病呢？这种情况很正常，你先试一下大灯能不能打开，先排除电瓶的问题。我一会儿还去郑家吃饭，没车怎么去啊？你先看看大灯能不能打开好吗？之前我开我爸的车就好好的，早知道就开他的车了。你先把钥匙拧到。但是八点半到不了我就完了，哎呀好烦啊。先试试大灯能不能打开。你是不是生气了？没有啊，我生什么气？你明明就是生气了，问你这么点小事你就不耐烦。我没生气，真的。那你为什么这么不耐烦？我没有。不是，咱们还是先说车吧，你不是着急出门吗？我跟你说生气的事儿，你跟我说车。是啊，我是在说车呀。真行，你们男人从来不好好听人说话。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是我错了。那个现在能打开大灯了吗？不，你没错，错的是我，我就不该给你打电话。